大家好，我叫拉维，我姓库马尔，今年我26岁，我来自印度，我的老家是新德里，我家有9个人，爸爸妈妈，4个弟弟，2个妹妹和我，我们也有一只狗，现在我住在北京。 我在这儿工作，我是英语老师，我也是视频制作老师，我有漂亮的女朋友，她也是印度人，我们在一起住，我的爱好是旅行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什么的。 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去玩，比如爬山、看音乐会、去饭馆吃饭、去酒吧喝啤酒。我很高兴认识你。大家好，我叫拉维，我姓库马尔，今年我26岁。 我来自印度，我的老家是新德里，我家有9个人，爸爸妈妈，4个弟弟，2个妹妹和我，我们也有一只狗。现在我住在北京，我在这儿工作，我是英语老师。 我也是视频制作老师，我有漂亮的女朋友，她也是印度人。我们在一起住，我的爱好是旅行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什么的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去玩，比如爬山、看音乐会。 去饭馆吃饭，去酒吧喝啤酒。我很高兴认识你。大家好，我叫拉维，我姓库马尔，今年我26岁，我来自印度，我的老家是新德里，我家有9个人，爸爸妈妈。 4个弟弟，2个妹妹和我，我们也有一只狗。现在我住在北京，我在这儿工作，我是英语老师，我也是视频制作老师，我有漂亮的女朋友，她也是印度人，我们在一起住。 我的爱好是旅行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做运动什么的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喜欢去玩，比如爬山、看音乐会、去饭馆吃饭、去酒吧喝啤酒。我很高兴认识你。